好，那呃，今天是因为呃谢老大的邀请哈、哦，就是这个社团 Kanva 延习社呃研习团队的谢老大的邀请，所以我们今天开一场那个跟 Kanva 有关系有关系的哈，不是不是，但是不是教 Kanva 的课程。好、哦，那呃，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哈，呃，跟 Kanva 的相关应用可以加入这个团队了哈。哦 那我把邀请连接开一下。嗯，这个社群呢，我也是前不久才加入哈、哦。那他们会呃有经常开很多免费的 c a n v a 相关的研习哈、哦，尤其是比较深入的多元技术性的 c a n v a 的各式各样的应用、哦。好，那所以呃各位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加入这个赖的团队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课呢，呃，纯粹是跟大家聊一聊哈、哦。 好，那接下来我就开始今天的课程的部分。好，好，那各位如果有任何的疑难杂症哈，那你可以在那个通话的讯息列上面输入，那我看得到哈。然后我们这一场也会录影，然后方便那个呃没有看到的朋友们哈，来来这个继续收看哈。还有，因为我讲的东西可能会各位会需要。 这个咀嚼回味一下哈，会更有滋味。那所以还是有录影的部分。然后呃，因为他们今天社群里面还有另外一场研习在办哈，所以那个谢老大就去那边开场哈，这边就由我自己来开始。我先讲一下今天的那个这一门课的定位哈，呃，以免各位有一点误会。 我先跳到其中一页了哈，呃，我们今天这一门课其实是，在比较，呃，我们一般的内一般的内容哈，呃，会有分几个面向哈，一般的研习课，呃，气讲的是工具哈，就是工具课程，比如说 c a m a 怎么用，啊，心智图怎么用，那是属于工具类的课程哈，然后呃，数的部分呢，它是策略性的课程，就是。 你呃，比如说教材教法啊、哦，这一类是属于策略性的课程。比如说你行销东西怎么卖啊、哦，这些是呃策略性的课程哈、哦。那另外一个面向的课程呢，它是属于呃教材的内容架构啊、哦，比如说课纲，我们五六、呃、年级要上什么哈，一、哦、呃国中七八九年级要上什么，有哪些内容，这是属于那个法的部分。 那另外在上面呢，这边有一个叫做呃原理规律，就是道，就是你的方向、你的愿景、你的核心在哪里哈、哦。然后最外面的大环境呢，是属于这个时代趋势潮流的部分。那我们平常呃各位如果常常去上研习的话，应该比较多是属于教材教法啊、哦，或是那个工具课程哈。哦 那所以今天，呃，我不讲工具哈，今天没有没有跟各位讲，呃，Canva 怎么操作，哈，因为其实 Canva 怎么操作这个部分，呃，网络上就有很多很多课影片可以教了哈，呃，可以学了哈，所以你直接可以去那个，比如说吕聪贤老师的 YouTube 那边有整套的哈，他都帮你录好了，所以如如果你要学工具，在那边看就可以了哈。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要是。 我使用 Canva 的一些，呃，我的想法、原理原、原则、规律的部分，然后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策略，好，我自己的一些策略跟现在的趋势的部分，哈，主要是这三项。那如果各位老师听了今天的东西很有感觉的话，我想你应该去发展，就是你的根据你的课程、你的学校的教学、你的班级经营，你去。 知道说你要教哪些内容，然后你再呃参考我的经验、我的策略，然后去发展你自己的、你自己的一个使用 Canva 的一个策略。然后这中间呢，请你不要忘记哈、哦，那个课纲就是我们我们呃在国中小，哎，我是国中小老师哈。哦 呃，在国中小教学呢，我们会有一个核心的目标愿景哈，待会也会提到，那就不要只要不偏离那个道，然后事实上，呃，你就很容易成功哈、哦。那这是今天课程定位的部分，跟各位说明哈、哦。那不是我不教工具了哈，因为呃，工具其实真的蛮多影片可以看的。那现在这个时代，云端的时代哈。哦 呃，工具的东西各位不用担心哈、哦，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地方有教学，随便 Google 一下，你就各种不同的人上的这些内容哦，你都看得到，然后学不完哈、哦，学不完啊、呃，所以有需要再去看。那所以我今天就来分享我的这个使用 Canva 的心法哈、哦。那因为这个研习呢是呃是 Canva 的社群邀的了哈、哦，所以我的面向。 那个说就是课程内容的面向也会比较偏向呃，Canva 的部分，我会讲我在呃我现在是怎么去使什么情况怎么使用 Canva 这个东西这个工具，好、哦，所以呃各位可以听一下我的想法我的概念哈、哦。